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。开车江湖中，老司机各显神通。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主要是代步的工具，也有不少车主会对它进行深度的改装，来达到各种特性。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辆大挂车有一台三轮车牵引，如此高精尖的手艺让人瞠目结舌。下面的视频中，小伙将五菱宏光改装为敞篷跑车，在山间小路玩起了漂移，自信的操作将这台报废的五菱发挥到了极致。极具观赏性的漂移过弯，让我们和跑车的距离又近了一点。下面这位土豪将路虎发现越野车吊起来，用挖掘机洗澡，我相信这家里就算没矿，钱也够用了。土豪的世界，作为屌丝的我永远搞不懂，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够了。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，更多精彩内容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关注我的动态，谢谢，下期见。